手机不小心摔了一下，摔在地上了。然后看到那个地方有裂痕，但是我以为我当时以为这个就可能用不了了。然后我拿来用了一下，发现还是可以那个指纹解锁啊，还是可以一样的用啊，还是可以支付宝指纹支付都可以。第二天吧，我在班上玩手机，同学摸了一下我的手机，啪解锁了。然后当时我就有点懵，我说因为他第一次用我手机嘛，为什么他能解锁了？然后后来试一下就发现所有人都能解锁了，而且就支付什么都可以了。